当你的慈悲心启动了，慈悲将不会停止，生生世世一辈子陪伴着你。和我们一起来慈悲吧。海涛慈悲基金会划拨账号50416116 50416116。心善念慈护生命好，生命电视与您一同享受付出，珍爱生命。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般若讲座。